什么？为什么赵浩还敢和我约战？这里是一只茶某人，现在我就来正式回应一下这件事情。在前几天的时候，有一位方舟手游不知名的玩家在某个游戏论坛造谣说更新，说什么雨暴龙、杜杜暴龙等等之类的，然后就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在整个游戏圈啊，以及我的视频评论区底下都出现了所谓的更新介绍。那我能怎么办呀？我第一时间就去查证了一下，而且官方确实也没有发布这个更新预告呀。那它是从哪里来的呢？那不用说都是假的呀，所以我只能是去辟谣，顺便自己在视频中也做了《创世纪二》的手游内测视频，来内涵一下，提高各位对真假的辨识度。但我是真的没有想到啊，真的就没有想到还会有人信我，这方舟手游《创世纪二》还真出了，还问我怎么获得这个内测资格。啊，这就离谱。这次的更新预告在没有核实的时候就已经被赵浩做成了视频，好啊，我是直呼这也太快了吧，然后就让更多人信以为真。这现在的赵浩还想用这个和我约战，好家伙，这是不服气吗？这行啊，太行了，我查某在打赌这方面就从来没有输过。评委，评委这个造谣的作者。行吧，就让你这最后的倔强，等到9月20号之后，再让你心服口服。哼，小破账号，你说你是想吃这鲱鱼罐头呢，还是这鲱鱼罐头呢，还是这鲱鱼罐头呢？啊，等着吧，马上到你家门口。还有造谣的那个兄弟，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去造谣，这个事情呢已经是发生了，不要再做这种事情了，也不要再有人去做这种事情了。因为不管你出自任何目的去做这种东西，到最后你都是属于造谣，所以不要再做这种事情了。那账号呢，也肯定会看见我这期视频，嘿嘿嘿，兄弟们在这个评论区给我疯狂艾特他，接着奏乐，接着奏乐。我看他看见这个评论到底慌不慌，嘿嘿嘿嘿，哎嘿嘿。